这个是6度加热，下面是你设定的温度，上面是6度里现在的温度。你要想加温度，就要想加温度的话，按一下旁边这个按钮，它闪了以后，这个上下键是加的。加完了以后，然后再按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，这就不用想了，搅拌什么都有，搅拌加热什么的，都加热。我给你打开了。